少年从床上醒来，身边出现了上千只史莱姆。原来这些史莱姆都是少年自己培育的，品种不一，每种史莱姆都有其独特的用处，培育方法也不同。比如这种酸性史莱姆，吃了各种硬物就能起到腐蚀的作用。这种紫色的被称为毒性史莱姆，是吃了毒草后培育进化而成的。进化史莱姆能够在家里起到清洁的作用，回收史莱姆的作用就是回收垃圾与净化排泄物。少年名叫龙马，上一世是一个普通社畜，被裁员后在家中无所事事，某天睡着后打了四个喷嚏就被宣告死亡。龙马对于自己的前世经历感到十分憋屈，每天上班挣点窝囊费，下班还要被上司压榨，年幼时还被父亲家暴，结果因为打了几个喷嚏就吱吱，也太倒霉了。于是神兵出现了，告诉他之所以会被召唤是因为他顽强的意志力。龙马兴奋地说，原来如此，我已经死了，所以是转生，那么我有使命吗？雨神感叹他领域的还真快。因为神明所处的世界魔力即将枯竭，在送龙马过去的时候，两个世界之间的屏障会打开一个洞，地球上的魔力也会随着他一同传送到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为了补充魔力，所以也没有什么使命。在得知自己也能使用魔力之后，龙马异常兴奋，看到他如此期待，神明决定让他能用所有属性的魔法，也给了他一个合理的身份，随后让他签下了一份契约。感谢了一番神明之后，龙马顺利的转身到了异世界，成为一个八岁的正太。神明给他准备了一本说明书，里面记载了许多日常生活技能，龙马感觉自己能把前世的能力都利用上，看起来十分开心。看完说明书，他走到了一棵大树底下，随意一劈，大树应声而倒，这也让他印证了一些想法，躯体变小了但力气很足，得尽早习惯了。这时旁边一只史莱姆引起了他的注意，看到他的一瞬间眼睛都冒出星光，还想让他把手伸出来，但显然不行。他赶紧拿出了说明书，很快就找到了契约魔法的使用方法，只看了一下就能将魔力运用自如，召唤出契约法阵，顺利将史莱姆契约。就这样，他的第一只史莱姆诞生了。少年独居深山老林，三年时间养了近千只史莱姆，替他做家务活。今天却破天荒地来了许多客人，事情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龙马日常上山狩猎，半路上看到一群奇怪的人，不像是盗贼，虽然不清楚他们为啥要跑到这里来，但看到一位大叔身受重伤，他还是决定上前帮忙。然而好几年没说过人话，导致现在声音都有点发不出来，结结巴巴地告诉他们自己有药，随后拿出来交给他们。经过一番测验检查，确定药没有问题之后，立马将其喂给大叔。感受到他的情况有所好转，还向龙马表示感谢。龙马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休息一下，路过一片小树林时，他却突然停了下来。也就在这时，一群粘性史莱姆狩猎回来，冒险团立马拔剑相向，还好龙马及时阻止了他们进攻，告诉他们是自己统领的史莱姆。母团队知道了龙马是从魔法师，几人这才收起了自己的佩剑。很快龙马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山壁之下，随后解除了结界魔法，将他们领到了自己家里，拿出了一箱治疗药水给他，让他随便用，想要多少都可以做。大家都非常吃惊，连忙询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并做了下自我介绍。领头的人叫贾米尔，是一位公爵。龙马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公爵，赶紧给他行一个大礼。接下来其他人也陆续做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伙是在森林外被盗贼袭击，随后还倒霉地遇到了黑熊，才导致受了重伤。公爵询问龙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还会好几种魔法，甚至连药水都能制作。龙马也早就跟神明谈好了说辞，告诉他们自己跟爷爷奶奶学习魔法，但他们三年前去世，临走前让他去别的村落生活，而他因为被村民讨厌，所以独自一人来到此处。大家知道之后都反对他独自在此生活，但龙马很坚持，毕竟都在此三年了。这时卡米尔拿出了一个水晶球，打算测试一下龙马的战斗力，如果是罪犯，水晶球就会发红光，不是则发蓝光，除此之外还能印出名字、种族和年龄，以及等级最高的四个技能，只要能证明他的战力水平比较高，他们就不反对龙马留在此。龙马触碰之后，水晶球散发出蓝色光芒，然而战斗技能没显示出来，龙马也没在意，打算去准备晚饭。而水晶球印出的技能分别是家务能力十级、精神承受力九级、肉体承受力八级，真不知道他小年纪到底承受了什么。公爵认为自己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打算先回去跟自己家人谈一谈。临走前，龙马担心大叔的伤势，给了他一瓶特制造血剂，唯一的缺点就是味道可能不太好。难得是龙马的一番好意，几位同伴直接将他架起来，然后硬灌下去，差点直接把他送走。虽然味道确实不太好，但大叔还是对龙马表示感谢，随后一同离去。龙马和一众史莱姆默默地看着他们远去，直到失去了他们的身影。当100只相同种类的史莱姆合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公爵一家前来拜访，
顺便感谢一下龙马上次对他的帮助。他的女儿艾莉亚看见史莱姆后充满疑问，如此多的史莱姆进得去房间吗？针对这个问题，龙马想了个好办法，就是让所有史莱姆合体变成巨型史莱姆，然后用缩小化这个魔法将其变小，这样既可节约空间也可节省饲料。艾莉亚一脸崇拜地看着龙马，但他母亲却表现得非常惊讶，因为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契约巨型史莱姆。龙马道出了原因，巨型史莱姆看似只有一个核心，实际上是100多个核心合并而成的，他也是先分开契约，然后再让其合体才成功的，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所有从魔法师的难题。妇人非常激动，还是管家的提醒才让他冷静下来。龙马让巨型史莱姆缩小，随后邀请大家进去做客。公爵拿出了一个金石钟答谢他，他们来此除了感谢龙马之外，也是为了艾莉亚，他想要契约史莱姆，目前还在犹豫要捕捉哪种特性的。看到这里有一些他不认识的史莱姆，打算请教一下龙马，龙马仔细地给他讲解一番，艾莉亚也仔细地记录下来。为了让他更好地理解进化史莱姆，龙马拿出了一块哥布林的破布丢给史莱姆清洁，哥布林的污渍是非常难清洗的，没想到进化史莱姆能将它变得焕然一新，而如果没有下命令，这种史莱姆不会对其他任何东西造成伤害。大家都非常意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史莱姆。艾莉亚双眼放光，她立马就下决定，想要契约这个进化史莱姆，询问龙马要如何辨别这种能进化为进化史莱姆的史莱姆。龙马却表现得很难为情，这个不方便对女性说明。于是乎，一群大老爷们围了上去，听完龙马的说明，大家也感觉到不太好对女性开口。这时候还是大叔比较有魄力，于是大叔就悲剧了，每人赏了他一巴掌。艾莉亚此时也很难为情，但她还是想要进化史莱姆，并且她还不想依靠其他人。然后她洗了个澡，收集了一桶洗澡水，成功捕捉到了进化史莱姆，这也是她的第一只从魔。一个女孩为了捕捉到进化史莱姆，美美的搓了个澡，随后收集了一桶自己的洗澡水，最终成功契约了自己的第一只从魔。看到她如此开心，也让龙马想到了自己的第一只史莱姆，尽管他已经不在了，但还是希望能在崭新的世界里幸福生活吧。这时夫人询问龙马将来有什么计划，龙马也很迷茫，考虑着要留在这搬走。在公爵一家人的劝说之下，龙马最终还是决定跟随他们踏上全新的旅途。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得准备旅行的行李。公爵表示行李可以寄存在管家的道具箱里，没想到龙马也会使用道具箱，大家都很吃惊。虽说是初级魔法，但这可是高阶属性，看到龙马的天赋如此出众，夫人眼冒星光，表示想学魔法的话尽管跟他说，只要他知道的什么都可以教。艾莉亚也很认同，两人一起学习的话感觉会很愉快。龙马表示感谢之后开始收拾行李，很快堆满房间的所有东西都一扫而空，然后跟几位神明道别。龙马将门给封印起来，终于到了踏上旅途的时候。这时管家召唤出几只马车，这是空间魔法维度家园，马车上几人愉快地交流起来，得知龙马什么魔法都略懂一点，甚至连少见的炼金术都会，大家对着他一顿猛夸，把龙马都整害羞了，似乎做什么事都会被夸，还是得赶紧掌握好这个世界的常识。到了晚上，大家扎帐篷夜宿，这样持续了几天时间。这一天天空下起了大雨，大家还在感慨这季节居然还会下这么大的雨。突然马车一阵颠簸，艾莉亚直接跌到龙马怀里，两人抬头的一瞬间脸都红透了，但也没人关注。此时外面因为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完全堵住了，调路的话需要3天时间，如今只能用土气魔法来清理道路。龙马决定出去帮忙，从道具箱里拿出了一件雨衣，上面涂上了粘性史莱姆的粘液，可以弹开雨水。老爷子这种雨衣可以当商品出售，给龙马带来收益，艾莉亚十分赞同。此时外面龙马一出来就施展了魔法，召唤出遮蔽雨水之盾，将所有雨水挡在了上空，随后告诉大家可以将碎岩和结岩这两种土气魔法组合成魔法创造结块，这样会更有效率。说着还给他们实际演示了一遍，施加魔法将沙土变成了砖块，然后让所有史莱姆合力将砖块，用了半天的时间终于将道路给清理干净。突然看到龙马如此努力，大大方方地给了他一个拥抱，能帮到大家的忙龙马也感到很开心。经过3天的时间，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矿山之城吉木尔。这是龙马到这个世界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城镇，这是一块状态板，能核实自身状态，相当于身份证的东西。因为第一次来到城镇，公爵一家带着龙马来到教会，打算帮他办理一块状态板。龙马根据修女的指示将板子嵌入台子里，随后触摸了一下水晶球，水晶球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等到龙马睁开双眼的时候，他再一次见到众神，还以为自己要死了，众神都不知道说啥了，只能让他先坐下来，随后告诉他只是将他的灵魂给拉了过来。因为龙马这3年过着祭司一般的生活，
每天都在给众神做祷告，所以赋予了他神谕技能，可以短暂的跟众神会面，在这之后也可以直接交谈。众神对他的住宅很有兴趣，特别是卫生间，他们第一次见到如此干净且没有异味的卫生间。龙马表示都是史莱姆，但众神却告诉他，进化和回收史莱姆是他创造出来的新品种。龙马很意外，而史莱姆原先是由创造神，也就是这老头创造出来的，只给了他适应环境的特性和繁殖能力，有无穷进化的可能性，但诞生了一定种类之后，由于地理特性产生的局限性，很难再诞生新品种。龙马能够将其开拓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之后他们又谈到了公爵家的人，公爵家祖先的结婚对象也是从地球上穿越过来的人，他想要成为动物训导员，渴望拥有驯服动物的能力，所以来到了这里，而这个世界的从魔法术就是他研究出来的，也因此得到了贵族的地位。公爵家各自得到了不同的神之庇佑，艾莉亚则是有着浓厚穿越者血脉的族体，并且他反的还是母系一脉的，因为每次从地球带来魔力都需要带来一个人，这个时间间隔在200年左右，所以每个时代只有一个穿越者。而伊利亚母系的穿越者是一位宅男，他渴求强化魔力魔法，无人能敌。众神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提心吊胆，好在他性格胆小懦弱，到死之前都没能干成什么坏事。与他相比，龙马算是众神见过最省心的一位转生者了，他的表现也引起了其他神明的关注，有战神和魔法之神，技术和工匠之神也给了他庇佑。短暂的相聚也到了龙马该离开的时候，重新回到了教会，龙马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状态吧，上面会显示名字、年龄和种族，还有一些日常技能。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称号跨越性原生之源以及神之宠出来之后，老爷子给了他一些忠告，因为龙马的能力和年龄不太相符，一看就知道是得到了神的庇佑，很容易被人盯上。老爷子希望他可以隐藏实力，但考虑到他的能力过强，可能会不太好控制，因此得尽早在工会注册，提高等级好，得到相应的地位。龙马表示理解。这时他看出艾莉亚似乎有什么心事，艾莉亚表示自己比较在意他的魔力值，龙马告诉他自己的魔力值是198000，如此多的魔力值竟然能完美的驾驭魔法，艾莉亚很羡慕，因为魔力值越多，控制和掌握魔力就会变得更艰难。而艾莉亚的魔力值是200000，和龙马同龄却不太会使用魔法，一时间很失落，但龙马却被吓了一跳，这魔力值比自己还高，不过想到他是凡族体也就释然了。这时艾莉亚向龙马取经，想要跟他学习如何使用魔法，龙马表示随时都可以教他，这让艾莉亚很高兴，将史莱姆放在头顶上，然后握住龙马的手跟他做好了约定，接下来准备前往驯兽工会。这个工会主要是给注册者介绍工作以及整理情报，想要注册不难，难就难在升级上面。驯兽工会从魔兽的强弱来判断，从魔法师的优劣，若从魔师史莱姆的话升级会很难，而龙马又必须提高等级，因此他们打算去冒险者工会看。这个工会看重生存和战斗能力，相对来说比较适合龙马，但想要加入此工会就必须进行战斗能力测试。工会的管理者亲自给龙马测试，首先需要射中5个靶子，且只有5支箭。龙马集中精神，随后射出一箭精准命中，紧接着连续射出另外4支，所有箭都射在了正中央，顺利通过这一轮测试。艾莉亚蹦蹦跳跳地为龙马感到很高兴，接下来将面对移动靶，总共有50个靶子，而箭也只有50支。了解了之后，龙马将专注力提升到极致，没有任何一个靶子遗漏，很快就剩下了最后一波，居然同时出来4个靶子。然而龙马却不慌不忙，一次性拔出4支箭同时射了出去，顺利通过了测试。突然管理者朝着龙马射出了一把小砍刀，龙马瞬间反应过来，夹住之后迅速射了回去，随后召唤出一根地针一跃而起，想要还击。管理者见此赶紧喊停，测试到此结束。这小砍刀也是测试的一环，此刀并没有开刃，这一环的测试中龙马还是第一个能够还击的测试者，毫无疑问合格了。艾莉亚非常高兴，将史莱姆放在头顶上之后，拉着龙马转起了圈圈，成功注册到冒险者工会。管理给了龙马一张等级为具的工会卡，他的能力其实可以达到1级，但一开始太高的会激起其他人的反感，所以让他从具开始，一步步证明自己的实力，毕竟以他的水平想要晋升非常容易。刚成为冒险者，龙马来到了任务大厅，打算接个任务，根据接待员的指示来到了聚集公告栏，这里一眼就相中了一个清理住宅的任务，这是他家史莱姆的拿手绝活。第二天一大早，龙马将所有史莱姆装起来，随后跟艾莉亚他们别来到了任务的地点，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份工作。敲了敲门之后静静等待，没等多久房门打开，出现的竟然是一只猫耳娘，第一次见到猫人族还没来得及高兴，一股异味从房间中散发了出来，终于有人接下了这个任务。猫耳娘喜极而泣，她差一点就要放弃了，看来这应该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龙马都开始担心自己能不能顺利完成了。
一群回兽史莱姆爬到堆积成山的垃圾之上，没多久就将其全部清理干净。随后龙马使用魔法雾气清洗，将房间冲洗一遍，用粘性史莱姆的粘着硬化液将创造结块做出的砖砌起来，堵住破碎的墙壁。这是龙马接下的第一个委托。由于隔壁的垃圾场地基不稳，垃圾涌入了地下室，惊人的垃圾量让猫耳娘感到很烦恼。如今看到焕然一新的地下室，他高兴得热泪盈眶，感谢了一番龙马之后，将他的报酬提升了几倍。龙马也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份委托。管理者也没想到龙马的能力如此出众，想要让他再接一个委托，清扫公共厕所。最近矿山的铁矿石产量下降，导致城镇的收入减少，于是开始削减各种支出，包括城镇的管理费。原本由平民窑打扫的厕所，被他们以平民窑的人不认真这种荒唐的理由削减了酬劳，也因此没有人再去清理厕所。了解了情况，龙马决定接下这个委托，他也将此事告诉了公爵一家。老爷子知道后非常愤怒，每年给出的管理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有人私吞那些用在城镇和居民身上的钱。公爵立马让管家着手调查，这种人绝对不能轻饶。第二天，龙马和史莱姆来到了工作地点，这里一共有30个粪池需要清理。看到这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龙马从道具箱里取出了一套防护服穿上，随后戴上进化史莱姆头盔。开门的一瞬间，一股黑色气体冲天而起，龙马也没有在意，命令所有回收史莱姆冲了进去，缓慢地将污秽吞噬干净。龙马再次使用雾气清洗，随后进行了一番消毒，很快整个粪池闪闪发光，没有残留哪怕一丁点的异味。吸收了如此多的营养，史莱姆开始分裂进化。龙马查看之后发现毒抗性大幅度提升，并且还掌握了全新的技能瘴气抗性，这意味着这里积攒着大量的瘴气，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龙马立马赶回冒险者工会，没想到公爵一家也在这里。跟他们说明情况之后，夫人和艾亚第一时间关心龙马有没有出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担心他。龙马很高兴，但此时正是要紧，龙马决定要在瘴气扩散之前自己和史莱姆一起处理好他，但大家都不太同意，这太危险了。这时龙马拿出了自己的状态板给他们看，上面记载着他所具备的各种抗性，即使受到瘴气影响也能够快速恢复，所以由他和史莱姆一起去是最合适。虽然有点过意不去，但老爷子还是将此事拜托给他，并委托了众多冒险者看守，防止一些不知情的人员接近。龙马让1000只回收史莱姆合体变成了回收史莱姆之王，觉醒了暴饮暴食这一技能，清扫速度加快了好几倍，一个接着一个将所有粪池都清理得焕然一新。历经3天3夜不眠不休的工作，终于将所有粪池清理干净。这期间回收史莱姆也分裂到3033只。猫耳娘看到他如此辛苦，给了他一波福利。将这份委托交接完之后，龙马也该回去休息了。这还是久违的早晨，回家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前世，那时候也经常到了早上才回家，无论他如何说，妈妈总会起床等他回来。直到妈妈离去，他整个人都变得空洞。然而这次等待他的只是空无一人的家，从寂寞到逐渐习惯，只因他知道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对，多么久违的感觉，这让龙马想起了等他回家的亲人，一时间泪流不止。早已失去的那一份温暖，他以为再也无法得到了，如今能在新的世界中重新感受到，他的内心无比喜悦，能来到这个世界，能遇到这样一群家人，他感到非常的幸福。黑暗笼罩的圆环，少年使用魔法小型火焰花，每一会烟花凋零，虽然很美，但感觉有点伤感，大小姐不愿意尝试。今天一大早，大小姐为了让龙马教她玩魔法，亲自给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是两人早就约定好的事，龙马欣然同意，而且还夸她早餐做得很好吃，大小姐非常高兴。这时大叔又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他们一起来这里玩起了魔法。见艾莉亚不喜欢献香烟花，龙马决定换个花样，使用魔法泡泡水和微风吹出了无数七彩斑斓的泡泡。看到这美丽的一幕，艾莉亚也尝试起来，然而她吹出的泡泡很快就破灭，没有龙马吹出来的那样坚挺。这当然是有诀窍的，需要想象成粘性史莱姆的粘着那样不容易流动且十分粘稠，大小姐的才能也不是盖的。明白了诀窍之后，再一次吹出来的泡泡跟龙马的一模一样。学会了这个之后，龙马吹出一个大泡泡，随后将其弹向大小姐。这个泡泡用魔力加强了粘性，所以不容易破灭，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实际运用，龙马在泡泡之中使用了水魔法，再用波浪魔法逐渐改变水流的形状，很快一条活灵活现的鱼出现在空中。这样精彩的一幕看得大小姐心花怒放，看到大小姐玩得那么开心，龙马也可以放下心来练习魔法了。首先是火焰魔法，卡米尔使用火焰剑士在山壁上射出了一个小坑洞，龙马看一次就使用了出来，威力也就比卡米尔大了一点点。接下来是水冲击风锤，10片弹雷剑和冰剑，
还有防御魔法火墙、水墙和风盾以及冰盾等等。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将卡米尔给榨干，还好有管家顶了上去，准备教他空间魔法。龙马之前用过道具箱这个空间魔法，此外他还会传送，有了这样的基础，管家决定教他终极魔法维度家园和折月。首先是折月，需要明确的想象出目的地，只要魔力足够，理论上来说无论多远都能到达。龙马决定尝试一下，集中精力一闪就来到了大树底下，这样一来就成功掌握了终极魔法卓越了，接下来可以练习维度家园了。这是道具箱的升级版，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并且里面有空气可以存放活物，这个魔法的难度就相对较高了。就连天赋如此出众的龙马练习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直到太阳落山才勉强掌握了这个魔法。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动身前往北矿山，打算帮助大小姐进行对抗魔兽的实战演练。贵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领队和子民，因此当魔兽或盗贼出现就必须参加讨伐。战斗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龙马将史莱姆召唤出来之后，跟随护卫们一起进入矿洞之中。没多久，他们前面出现了一只大螳螂，这种螳螂的繁殖能力很出众，如果看到了一只，那么可能会出现好几十只。大小姐一脸严肃地走上前，打算独自解决掉这一只螳螂。只见大小姐使用出冰箭魔法朝着螳螂射了出去，姿势很帅，可惜枕头有一点欠缺，还将螳螂彻底惹怒。好在大小姐没有被吓傻，迅速射出第二箭，顺利将螳螂解决掉。现在轮到龙马上场了，此时前方又出现了四只同款螳螂，龙马拔出了两把小砍刀，给自己施加了肉身强化魔法，朝着螳螂冲了过去，躲过螳螂的两削之后将它绊倒，跳起来使劲一踩解决掉一只，随后握紧小砍刀一个借力起跳，两下滑了出去，再解决掉两只。小砍刀抵挡住一击之后，轻轻往上一滑，结束战斗，把大小姐看得目瞪口呆。一路探查下去，两人消灭了许多螳螂，正准备回去，这时大小姐发现了一只金属，史莱姆迅速追了上去，使用冰盾魔法封住了他的去路，顺利将他给捉了回来，并将其送给了龙马，作为他教自己玩魔法的谢礼。龙马高兴地收了下来，随后一伙出来跟公爵会合。公爵他们在另外的洞中发现许多蝙蝠，决定先回去向冒险者工会提出讨伐委托。此时史莱姆在无聊地练习战斗技巧，龙马想到金属史莱姆的食物时看到了地面上的红土，于是有了一个想法，画出了一个五角星图案，然后将红土搬到了上面，他要用炼金术将导致生锈的氧分离出去，然后用结合魔法凝固成型，成功炼出了一块荧光闪闪的金属。大家都非常意外，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炼金术。这时老爷子提出要介绍一个人给龙马认识，将他带到了一个商会之中，把龙马制作出的雨衣和其他精良物品交给老板负责贩卖，并且将所得的利润全部给龙马。在大家的一番劝说之下，龙马幸福地接下了公爵一家的馈赠。隔天冒险者工会管理者告诉大家，公爵查出是哪些人私吞了管理费，并且已经将其抓捕，接下来将委托大家一起讨伐魔兽，因为不清楚矿洞之中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让大家合力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龙马首次接到的讨伐委托，天花板上布满了洞穴蝙蝠，面对如此之多的数量，龙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顺利的话能将其一网打尽。首先他用出隔音结界魔法将其他人给笼罩进去，随后集中精神对着洞穴使出了声波爆破，整个洞穴晃动了起来，平静下来之后一起走了进去，里面的蝙蝠堆积成几座小沙，龙马让几只巨型粘性史莱姆解除缩小，那压迫感让几人留下了几滴虚汗，龙马赶紧让他们解除合体。落地之后，史莱姆朝着蝙蝠尸体吞噬而去。解决完了蝙蝠，大家一出来就遭到了紧急集合，有小队在深处遇到了哥布林群，数量保守估计也有500只以上，这是非常棘手的族群，现在将进行哥布林歼灭行动。这些哥布林处于坑道深处，冒险者兵分七路前往各种的坑道，要堵住他们的退路才能开始歼灭行动。此时猫耳娘和兔耳娘放出了一团小火花，引起了一群哥布林的注意，随后对着他们一顿嘲讽，将他们的仇恨引到自己身上，欢快地开始逃跑，来到了龙马布置好的陷阱附近，那是用史莱姆的酸液填满了深坑，可以将掉落的哥布林融掉，而跨越深坑的敌人则用沾满毒性史莱姆毒液的弓箭及魔法对付，尸体则用回收史莱姆解决。所有冒险者齐心合力歼灭哥布林，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如今解决掉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这些哥布林远远不止500只那么多。此时酸性史莱姆已经消化不过来，受伤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治愈史莱姆都忙不过来了。猫耳娘在那里鞭尸，突然又冒出了许多哥布林，这情况看起来不太妙。这时龙马表示自己来拖住哥布林，随后将所有的史莱姆召唤出来，跟随他朝前狂奔，他要再次使用声波爆破，通知所有人全部退后，让所有史莱姆将他围了起来，再次使用隔音结界将所有人隔离开来，
一记声波爆破冲击而去，解决掉一些哥布林之后，让史莱姆使出至今为止的训练成果，纷纷加入战斗。兽耳娘都看傻眼了，趁此机会，龙马自己也上前战斗，以史莱姆之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完成了这一次的歼灭行动。大家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洞穴中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叫声，一只巨型哥布林走了出来，后面跟随着许多哥布林精英。龙马一声令下，成千上万只史莱姆犹如钢铁洪流一般对着巨型哥布林冲击而下，轻而易举地将其解决掉。现在也到了该撤退的时候，龙马让大家来到他身边，一群进化史莱姆立马围了上来，从下往上爬了上去。没一会的时间，众人身上的哥布林污渍就被一扫而空，此次的讨伐任务也完美结束。龙马的治愈史莱姆因为频繁使用治愈术，意外觉醒了高级治愈术，救治了许多身受重伤的冒险者，冒险者们都对他表示感谢。这时管理者通知下来，这次的任务难度超出预料，因此也会增加相应的报酬，大家都开始欢呼起来。回到家里，龙马将一切告诉了公爵一家，虽然过程很惊险，但看到龙马没事，他们也能将心放下。龙马也在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很感谢公爵家的照顾，现在他想要离开公爵家自谋出路，因为他感觉如果太依赖大家的话，自己会变成废人，所以想要暂时离开一阵。公爵并没有阻止他，他们早就预料到龙马有一天会提出这个想法，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他们希望龙马别太勉强自己，毕竟在达成结果之前，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有回报。大小姐也尊重龙马的选择，但还是和他做了一个约定，接下来六年大小姐将会去王都学习，读完三年之后会有一段长时间的休假，所以他们约定三年后和六年后重逢。夫人也趁机提了个条件，要求他们在镇上的时候龙马能在这里留宿。龙马害怕这样就成了依赖，但在夫人强烈的要求下，他只能答应下来。接下来龙马将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史莱姆洗衣店，这是一间史莱姆洗衣店，在一天前还是块荒废的土地，龙马斥巨资将此地买了下来，准备开启自己的事业。先让回收史莱姆将杂草解决掉，再用酸性史莱姆的溶液融化，废物处理完毕后就可以开始建造了。店铺是由地面两层地下一层组合而成，还包含员工用的宿舍。规划好之后，龙马使用创造结块魔法制造砖块，随后让粘性史莱姆将砖块砌起来，使用铺装魔法完成基础施工。在粘性史莱姆的共同努力之下，店铺很快搭建完成。龙马拜托公爵的护卫队来帮忙铺地板，随后招来冒险者帮忙粉刷墙壁，使用的全是白色油漆，龙马希望能给人带来洁净感觉。经过大家的努力，史莱姆洗衣店就此诞生。澳大利亚觉得店铺周边有些空，提议铺上草坪并种鲜花，龙马也感觉挺不错的，于是忙活起来，简单的将花草种下，也差不多可以正式开店了。但在此之前，他想邀请大家都过来看看，举办一场展示会，大家都表示一定会到场。店铺中龙马正在做着准备，艾莉亚带着自家佣人帮助他一起准备美食。这时商会老板带着两位店员进来，那是他答应龙马找过来辅佐他的。龙马表示感谢之后，带着他们去熟悉店里的流程。首先客人的带洗衣物放入收纳袋，费用则是根据收纳袋的大小来收取，付款之后由店里暂存收纳袋，并给出暂存凭条，客人可以凭此领回衣物。收下的收纳袋则放在这里，那个房间之中有进化史莱姆。随后龙马给他们演示一下史莱姆是如何工作的，一件乌漆马黑的衣服放进去之后，没多久就变得亮洁如新，被进化史莱姆送到了桌上。然后金属史莱姆将其熨平，粘性史莱姆叠整齐之后，平整地放入柜子之中，只需要把衣服装回袋子里就可以还给客人了。目前还没有进化史莱姆清理不了的污渍，但龙马还是希望能在交还衣物前再确认下，确保衣物到客人手中都是干净的，因为不用水洗，只是吃掉污渍，而且所以也不需要烘干。之后龙马带着他们看了员工专用区、更衣室、接待室和办公室，还有员工休息室和卫生间以及茶水间，最后带着他们来到了员工宿舍，让他们开业随意选择房间。也就在这时，被龙马邀请来做客的人陆续到达，龙马感谢大家能来参加他的展示会以及这些日子以来对他的帮助，干了一杯之后让大家好好享受美食。虽然都吃撑，但看到大小姐亲自烤出来的甜点还是迫不及待地过来品尝，毕竟甜点算另外一个味道。送走了最后一批人，展示会圆满结束，龙马让员工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史莱姆洗衣店将正式开业。第二天一大早，龙马觉得客人不会那么快就来，让店员帮忙看店，自己打算去冒险者工会传达开业消息，没想到已经有人替他做了宣传，于是决定先接个委托任务，探查洞穴并采集药草。交接完任务之后，龙马不慌不忙地回到店里，没想到店中挤满了客人，赶紧使出传送前去帮忙。这些客人都是慕名而来，经过一整天的忙碌，客人都满意的离去。关店之后才想起来，今天店员都没有时间休息，这太糟糕了，他绝对不想做成黑心企业。
赶忙跟两位道歉。虽然两人并不在意，龙马还是打算立即增加员工，让员工有轮班休息的时间，大概需要4到6人左右，让两位先去休息，自己则立即出发来到了公爵家里。公爵也没想到洗衣店会来那么多客人，给了龙马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是一场招工大会。由于新开的史莱姆洗衣店生意太过火爆，龙马和店里的两位员工忙不过来，因此拜托冒险者工会的会长帮忙招工。但看到店长如此年轻，并且店里还有许多史莱姆，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想被小孩拆解，也不想跟史莱姆共事，没一会就走完了，只留下了一对妇女。龙马也没有在意跟妇女俩交谈起来，老人家腿脚骨折，只想要拿到能生活下去的薪酬以及有个能住的地方就行，这些条件龙马刚好都能够满足，因此决定雇佣他们，将他们带到了店里。两人都表示能马上工作，跟店里的员工互相认识之后立马投入到工作之中，也多亏了他们的加入，成功消化了傍晚的大量客户，能让员工准时下班。统计完营业额之后，龙马用治愈史莱姆帮助老人家治疗好骨折，接下来好几天的时间生意越来越火爆，只能让大家轮流用餐和休息。随着客户的增加，店员也有些忙不过来了，龙马决定再招一些。他再一次来到冒险者工会找会长帮忙，此次他需要招收3名员工以及1名厨师，虽然厨师比较少见，但会长还是决定帮忙找一些肯在他手下工作并且愿意和史莱姆相处的人。会长的效率也是真的高，第二天就将龙马需要的人找来。这3人都是从别的村里来此赚钱的，另外1名则是龙马需要的厨师，之前一直在旅店工作，大家都知道龙马提供住宿，友好的交谈一番之后全被他雇佣下来。就这样过了1周的时间，大家也都适应了这份工作，龙马也终于可以空闲下来，没事可以洗洗墙壁，修整花坛，已经不需要一直待在店里了。刚好这时候商会老板找他，想在他那里定制大批量的防水，马上就到格雷尔娃泛滥的季节，这种魔兽非常值钱，因此吸引了很多冒险者到来。现在正是卖防水服和半身捕鱼裤的好时候，肯定能赚不少钱。龙马也答应了下来，准备前往矿山中制作，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被打扰了。艾莉亚知道后也跟着一起到这，她想在这里练习拉小提琴，因为有一种鸟类从魔，想要与其缔结契约的话就必须演奏，艾莉亚刚好想要一只，所以一直在努力练习。听着艾莉亚的演奏，龙马也该开始干活了，将白布全部挂起来，随后让粘性史莱姆用粘液涂满整张布，很快就将其全部完成，接下来只需要等布料晾干就可以了。这是一堆平平无奇的沙土，对着它使用创造结块魔法变成了一块砖头，接着使用碎岩魔法，大致的人偶模型就出现了，再用粘土操控魔法，随后进行细致的雕琢，跟艾莉亚一模一样的人偶就完成。大小姐眼冒星光，她实在是太喜欢了，龙马将其送给了她，艾莉亚表示一定会好好珍惜，最后还将公爵一家都雕琢出来，大家都非常欢喜。公爵还让艾莉亚将其全部带着去留学，这样一来就不会寂寞。艾莉亚欣然同意，让龙马再做一个她自己的人偶给她，她也想把龙马一起带走。第二天，龙马继续来到矿山制作防水布，等待晾干的时候实在是太无聊了，他又不能离开，于是决定带史莱姆进行战斗训练，自己则和史莱姆之王对决。龙马对着他挥出了一拳，直接被弹开，史莱姆之王挥动手臂拍击而下，被龙马召唤的连盾挡了下来，立马来了一个泰山压顶。龙马躲开之后再次挥出一拳，两人训练到汗流，加倍不料也差不多干了。这时一只史莱姆发生了进化，变成了铁球史莱姆，龙马十分不解，同样是赤铁的为什么不是进化成金属。史莱姆掏起一把这里的铁，鉴定后才明白里面含有金属，氧化铁和氧化铝是不同种类的金属，才会进化成金属。史莱姆只是纯铁的话就会进化成铁球。史莱姆刚回到店里，没想到进化史莱姆发生了分裂，这样一来洗衣的效率也会大大提升了，好事成双，因为口碑所带来的效益，今天的营业额竟然是昨天的3倍，这都是大家的功劳。罗马感谢了一番自己的员工之后，突然想起自己忘记给大家休假了，为了不成为黑心企业，龙马赶紧给大家定下休假日，大家喜极而泣，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出来赚钱做工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的休假，如果运气比较差的话，遇到一个黑心老板，那就不只是钱少活多的问题了，听说贞操都会有危险，好在他们都遇到了一位好老板，这家店注定要成为爱护员工的健康企业。因为龙马已经不需要在店里待着，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冒险者工会，准备接个委托任务，却意外得知有支小队捕获了稀有的史莱姆，并且还有机会可以买到。龙马立马兴奋起来，询问那支小队的所在地之后寻找了过来，这几人以为稀有史莱姆可以卖大价钱，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但没想到这东西竟然没有人要，一时间非常难过，所以来此喝闷酒。龙马跟队长说明了来意，并表示如果是自己没有的，他会花高价买下，
队长立马带他看了这只史莱姆，这是龙马从没见过的史莱姆，类似某种液体，看了之后决定用2个金币买下来。两人很意外，没想到会给这么多钱，顺利完成了这一桩交易。龙马带着史莱姆来到了矿山，与他缔结了契约，随后鉴定了一下，这种史莱姆是血腥史莱姆，拥有吸血技能。龙马解决掉一只魔兽之后，将史莱姆倒在了地上，史莱姆顺着伤口钻了进去，在里面进行了一番涌动，没一会就将血给吸收干净。龙马很意外，这样的话这东西可以派上大用场，以后吃野兽或者魔兽的话会方便许多。一人一鸟正在深情凝望，仅仅对望了几秒钟的时间，龙马就能感受到小鸟的视野，看到自己的身影，这是从魔法术感受共享，通过共享感受得到情报，让从魔意识到魔法术危机。魔法夫人想要教会艾莉亚这个魔法，因此也邀请了龙马来学习，两人各自契约了一只小鸟。之所以不用史莱姆进行训练，只因跟史莱姆建立感受也很难知晓效果。尽管龙马已经建立起了感受，但感觉有点难受，这也是从魔法师必须经历。公爵告诉他可以先闭上眼睛，专注于从魔的事业，果然这样就好了很多。此时艾莉亚也总算将感受建立了起来，两人都掌握得非常迅速，接下来只需要多练习就行了。趁着休息的时候，夫人给两人普及了红魔法师对魔兽的适应性，每个人能契约的魔兽种类和数量都是有区别的，龙马就是跟史莱姆很投缘的那种，而夫人则对狼形魔兽有极高的适用性，契约了100多只狼形魔兽。老爷子就比较强了，虽然契约的魔兽不超过20只，但其中的一半都是龙族，主要也是因为他第一只从魔比较厉害，服从于他的龙也一并成了他的从魔。为了防止造成骚动，老爷子让他们在领地内的山里住着，顺便震慑其他魔兽，防止他们下山骚扰村子。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龙马一边和艾莉亚练习从魔法术，一边制作防水布料赚钱。直到这一天，龙马从其他冒险者口中得知，格雷尔蛙已经大量出现了，会有3到4天的高峰期。当然，冒险者找到他，除了告诉他信息之外，也是看中了他之前穿的防护服。这种防护服可以在商会中买到，龙马跟商会老板有合作，因此价钱好商量。来到了公爵家里，大家商量之后决定后天去湖边。艾莉亚想要契约的黎摩尔鸟，为了捕食格雷尔瓦，也会成群结队飞来。很快就到了约定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到了湖边，见识到了大量的黎摩尔鸟以及冒险者们捕捉格雷尔瓦的身影。这时他们注意到有人在尝试契约黎摩尔鸟，然而演奏水平太差了，没有一只愿意与他契约，气得他丢掉鼻子想要来一鸟，结果被他们使用锋刃追着砍，要不是龙把他们及时救下，就直接被解决掉了。但黎摩尔鸟显然还不想放过他，使出了精神攻击，导致公爵一家都受到牵连。还好龙马有精神抗性，没受到什么影响，快速找到罪魁祸首之后，使出了沉默魔法逼迫他们离去，将大家给解救了下来。还好都没出什么事，但黎摩尔娘也全部逃离了。艾莉亚想要契约也只能再次等待，看看他们还会不会重新回到这里。如果一位女生突然对你说，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回应？在线等挺急的。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龙马此时很慌，突然想起了轻小说似乎也出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的男主说什么来着，这是不给路走了。但艾莉亚听到这话心情似乎好了一点，也是毕竟还会再见面的。这时大叔走过来支招了，龙马瞬间热气上涌，作为护卫不是更应该阻止这种事吗？但大叔觉得这样比较有趣，老爷子也表示没什么好生气的，毕竟两人才11岁，公爵就不这么认为了，那可是他的贴心小棉袄。大叔见龙马迟迟不动手，抱着一棵大树亲自演示给他看，龙马实在是忍不了了，抬手就给了他重重一击，脸都快被煮熟了。转过头一看，好家伙，艾莉亚反应比他还激烈，再转过头一看，公爵大人的脸色更黑了，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好这时候一群灵母儿鸟飞了回来，将他从这氛围中解救了出来。龙马表示自己需要先回避一下，因为之前的事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如果他待在这里可能会影响到艾莉亚契约。但艾莉亚却阻止了他，他要让龙马见证他缔结契约的瞬间，有他在他也会很安心。随后开始演奏起来，所有的黎摩尔鸟都跟随着音乐摇晃，门将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有10多只鸟被他的演奏所吸引，艾莉亚也成功将其全部契约。接下来就轮到龙马了，他从道具箱中拿出了一把吉他，随后也开始演奏起来，最后也成功吸引到几只052鸟，就连刚刚一直警惕他的噩梦052鸟也来到了他的跟前。他拥有缝隙以及黑暗类精神系，是十分罕见的高阶魔兽，龙马也顺利将其全部契约。说起来也巧，艾莉亚契约的黎摩尔鸟中也有一只罕见的高阶魔兽，而且刚好是跟噩梦相反的幻象。黎摩尔鸟拥有缝隙以及光明属性，公爵很好奇想要摸一下，结果被他给嫌弃了。回去之后大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庆祝两人成功契约离母而鸟，以及对龙马的送别会。明天艾莉亚将出发前往王都留学，而龙马则会去矿山住下来。闺房之中，两人进行了最后的道别。艾莉亚送给了龙马一条项链，那是她十岁生日时母亲送给她的，因为太过贵重，龙马退让回去。艾莉亚却说暂时保存在她那里，要让长时间分隔两地的朋友保存自己重要的东西，这样就能再次相见，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听到艾莉亚这么说，龙马也就将其给收了下来，想着自己也应该给她什么东西，但一时间却不知道要给什么。最后灵机一动，给了她两只史莱姆，那也是她最重要的东西。艾莉亚开心地收了下来。如此良辰美景之夜，两人就这样交谈了一晚上，啥正经事都没干。第二天一大早，也到了和公爵一家分别的时候，一家人将空间和时间留给了人。艾莉亚再次提起了三年的约定，让龙马绝对不能忘记，否则他会用魔法将其打醒，这也是效仿他的母亲。这让龙马替公爵捏了把汗，得亏他如今还生龙活虎吧。最后艾莉亚表示不会和龙马正式道别。最后的最后，龙马追逐着马车，挥手送了艾莉亚最后一程。马车上，艾莉亚拿起史莱姆递过来的笛子，不舍得吹完了在此地的最后一首曲子。有相遇就会有离别，然后又有新的邂逅，现在的努力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相遇。两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开启了彼此的